说不定这就是灵力，我们再看看。 山林青叶，阿兄采的这株是什么花呢？这是忍冬，也叫金银花。黄白相间的，真漂亮啊！不止漂亮，忍冬性寒。 能够清热解毒。对了，子胥，不如我们多采摘一些带回守平。药力虽薄，但至少可以烧解病人的不适。好，就这么办。 这样应该足够了。 这水看起来没什么特殊之处啊。没错，但是守平的水却是被疫病污染了，再加上千亿来此的妖魔。原来如此。守平的上游恐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但污染了水源，使得守平一带疫病肆虐，而且还吓跑了当地的山精野怪，迫使他们离开栖息地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 上游不就是鹿林山吗？没错，咱们进山时得小心了。
也是有自己的栖息地的呀。是啊，没事的话，谁也不想离开自己家园。一般的山间野怪也是如此。一般的，这么说来，也有些不太一般的吗？这个，就像渊雏，他们夏天从南海出发，飞到北海，一路上飞梧桐不止，飞鲤泉不已。到了冬天，再从北海飞回南海。也是有这样的妖魔呢，不囿于一家一地。或者说，他们是以天下为家。以天下为家，想不到子胥也是胸怀天下之人。唉，我可没有渊雏那种胸怀。我呢，不过是只吃枭，只求能顾好我的小老鼠就行。什么小老鼠啊？就是你呀。你就是太史昭？正是，大人有何指教？邻居的事情干得不错，圣宫大人已经准你们入山了，去吧。大人，关于疫病……好了好了，退下吧。哎，走吧，先去和文叔打个招呼。三位是要上山了，希望此行能有所获。也多谢文叔替我们引荐将军。你们要走了吗？不再多待一会儿？哎，我以为你们跟文叔将军会一起留下来的，还有很多人都病着。别担心，圣宫将军在准备迁村了，让大家搬到更好的地方，这样
生病的人也会好起来的。可是，将军不会带我们走的。是啊，他总嫌我们。要不这样，等我们办完了事，一定再回来和你们一块玩。真的，可不能说谎。我们都会回来的，所以你们要乖乖的哦。没问题。保民而忘，莫之能御。相信圣公定会明白。此事还得麻烦文叔，多多劝说。自当竭力。刘圣公没打算处理疫病的问题。是啊，妖魔一出，却连一面都见不到。哼，自私的家伙，比起文殊将军，真是差劲。哎，上山去找夏老丈吧，也不知道他到了没有。若有余力，顺便查查上游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上游污染便越发严重，看来疫病的起因确实水源无疑。这一路上怎么都没见到妖魔？确实，虽然有不少妖魔逃到了邻居，但这儿一头也未见，颇不寻常。他们也在躲避疫病，还是……阿兄，你看，他被妖魔包围了。慢着，谋定而后动，不要莽撞。那是墨家的升降机关，启动后便会往下。好，我来拦住妖魔。红儿，你去启动机关。仙儿，你负责保护夏老丈。把妖魔带走，危机自然解除。阿兄，这样会不会太过冒险？别担心。我有后手。好。走。小子，你们想干嘛？救服劳了。成了。红儿，你先上去。Thank you.
事，等会儿山上见。牺牲少数人以平定乱局，避免天下动荡，等同救万千人于水火。利弊权衡的道理，何错之有？你，身为墨者，自当舍小利逐大利，弃小易取大义。难道师父没教过你这个？师妹勿要感情用事，坏了大事。红儿叫他师兄，李军也是墨者，难道他们是同门？是了，那柄机关术，除了墨者，又有谁能造出这样的武器？我早该想到的。人类的元灵吗？嗯，李军这群混账东西，竟然拿人类的元灵来吸引妖魔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先上山来等你们的时候，是用那个机关平台上来的吗？对，小丫头别插嘴。哦。我上来以后，发现妖魔的状态很奇怪，一个一个都像失了魂似的，在这个复魂牢附近游走，我感觉这玩意儿不对劲，试着拆了它。没想到，我才刚让它停止运作，妖魔就纷纷醒来攻击我。再后来，你们就到了。你怎么知道这是李军做的？除了李军，还有谁会鼓捣这玩意儿？你吗？其实你很擅长机关术，也对李军了如指掌，你和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拿去。高阳遗迹的大门早就被反锁了，要想进去只能走小路。我把位置标记在地图上了，你自己看吧。至于其他问题，要是你们能活着出来，再来御水问我。地图到手了，地点也标示得很清楚，但是像他这样和李军牵扯不清的人可以信任吗？夏老丈感觉不是坏人，也许他有些难言之隐吧。也未必只有坏人才会做坏事。红儿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他可能是我们上墨的前辈吧。哦，只是他没有承认。
儿处处有浮流，机关却不受湿气影响，都能持续运作。许是先前墨家为避祸而建成，以此为基地传承墨学。啊，不知用了什么手法，让机关经久不坏。和商山大寨一样宏伟呢。瞧，他们还利用浮流运转机关，可说是化劣势为长处。加上山势高低，有利使用机关防守，这部分便与商山无异。红儿谈起墨者，倒是滔滔不绝。仅是对师门的崇敬之情罢了。那么，究竟什么是墨者呢？我以为我知道，但其实现在我也很迷茫。是吗？那擅长机关术的李军也是墨者吗？